今天来吃的是全家双麒麟，这款圆滚滚双麒麟是限定美食，只有在特定的全家才有贩售。店员表示，只有综合口味才有圆滚滚版。白色的部分是小浓牛奶，黄色是芒果椰奶。要找寻店家的话，可以用全家 App 这边的地图去点进去，往下一点点就会看到限定美食风一样，点进去，然后右上角商品查询的地方点下去，就会看到有圆滚滚可以选择，按下圆滚滚之后，如果有开启定位，就会显示附近有圆滚滚的店家了。前一天我是吃一般版的芒果椰奶，下方的冰淇淋饼皮是黑色的马来莫款，本来以为是巧克力，但吃起来没什么味道。这个圆滚滚版的外观真的蛮可爱的，不过我觉得正常版的芒果比较香浓，毕竟圆滚滚版有一半是牛奶双淇淋，整体的量比我前一天吃的还多，应该不是我的错觉。芒果椰奶双淇淋由米其林二星餐厅主厨林田耀监制，全家现在真的什么都有联名，连冰淇淋都有。而原味的饼皮就跟黑色饼皮一样，感觉没什么味道的脆脆饼皮，夏天来吃双淇淋真的是非常消暑，也欢迎你留言分享你喜欢的冰品，记得按赞订阅哟，大家拜拜。